Hello my boy， 今天我们要只用一支百变怪全破宝可梦黄版。假如当年经典的小智遇到的第一只宝可梦不是皮卡丘，而是百变怪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选黄版。黄版才会 follow 动画里面播的剧情，百变怪从头到尾只能变身，我们也不能一直单靠刷等就碾压，因为百变怪虽然会变身成对方的宝可梦，但是除了 HP 以外，其他数值会跟对方宝可梦一模一样。最后限制是我逼自己从头到尾都不能在战斗中使用道具，要不然这样太 OP 了。我们要让百变怪自己靠自己。最后的最后，百变怪每死一次我就要皮卡掉一下，每死三次我就要送会员一名啊，这样才刺激嘛。我们就马上开始吧。你好，欢迎来到精灵宝可梦的世界，我叫大木人，叫我宝可梦博士。你有见过这一只神奇的宝可梦生物吗？看到这个画面，大家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宝可梦黄版好像怪怪的。首先，你的名字是我们这个平行宇宙的小智，要叫什么名字呢？大智、智小、百智。平行宇宙小智叫小智川好了。平行宇宙的小帽叫绿帽啦，这么简单。我以为绿帽是小智阿爸。我记得当年走在这个路上又遇到皮卡丘，对不对？大木博士，等一下，我们要遇到我们第一只宝可梦皮卡丘啦！靠！小时候还有这段哦，我怎么不记得我小时候玩黄版是长这样？好啦，各位，跟你们讲，我有用那个宝可梦随机器去把我们起手的这一只皮卡丘修改成百变怪，但我唯一做的修改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哇，只能四个选项，也太少了吧？百变态，百变态很正确啊！变态不就是变不同的形态吗？五、四、三、二、一，我就知道你们这群变态。我们下次影片的主角就叫百变态了。绿帽前来挑战的，绿帽派出的伊布，哎，太无聊了。就可以说平行宇宙，你怎么还是选伊布？变身用了之后会变成跟对方一样的形态，招式也会一模一样。可是我们的 PEP 都只剩五啊！这边我要跟你们讨论一个攻略。我昨天研究，我才发现说，其实在这个挑战的最一开始这场战斗，我们就要做个决定，会影响到最后一场战斗。我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对方是火跟雷伊布的时候，他才会派刺甲贝出来；对方是水伊布的时候，绿帽就不会有刺甲贝。我自己的分析，我觉得刺甲贝比水伊布还要难对付。我现在在认真讲攻略哦。我们变身为穿山王的话，我们每一招都是物理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打刺甲贝的话，可能要打好几下他才会死。我们要让水伊布出来的话，一定第一场战斗要输，所以这一场我们绝对要想办法尽全力的被干掉。我们要忠于原著，我们这个平行宇宙还是要发了，直接被打命中要害，耶、yeah ！成功第一场输了。真是不可思议，这只皮卡丘居然不喜欢待在精灵城，哪来的皮卡丘？那把它带走如何？这样它也会很开心。你到底在讲什么？完蛋了，绿帽的爷爷开始老人痴呆。你应该跟他说，看看感觉怎样。我后面没有东西啊，背后凉凉的。我打得过这家伙吗？我是不是要尽量避免在森林遇到训练家？我现在根本打不赢啊。Oh my god， 他等级比我高。哇，撞击，我就有四 PP 而已。Oh my god。输定了啊！我使出挣扎了，挣扎一定要我身上所有招式的 PP 都耗光，我才能开始。第一世代的挣扎，我自己会受打出伤害的二分之一。要输啦！哎，我赢了，赢第一只，还是绿毛虫啊！反正不管他，就算是铁甲人，我一定输。嘎！终于八等了，刷等还赢不了第一只训练家。啊，这样不可能赢啊！啊，我只有五滴血可以挣扎，我不可能赢。靠！看今天看直播我会太爽，会员一直杀，我一定要打他吗？我可以走这边绕过人家吗？哦，可以啊，我可以绕过他啦。第一个训练师我们就需要用逃走的。我能够 100% 不打任何一个训练师突破长青森林吗？这才是今天的挑战。才两格而已，眼睁睁的盯着那一格，完全不给我任何机会。他不但堵人，他还拿一只这么高等的绿毛虫跟我打。我们练到十等吧，赌一波吗 ，My boy？ 靠，我这个赌输了，我又要送个会员。赌，操！一只贴心的小虫直接送我一程，走这么急干嘛？十等绿毛虫对上十等百变怪，一对一，谁会获胜呢？拜托你白痴 AI 一下好不好？你放一下吐司啊、oh, ，Nice！
对，至少这一代的 AI 他们的招式 PP 是无限的，所以对手真的可能无限一直吐噬下去，再一下我就赢了，我就要离开这个森林了。 Yeah， GY 小智霜战胜补充少年啦。你这个奸笑的少年，笑得那么变态。我们直接打小刚看看，食物等打得赢小刚吗？哦呦，他是岩石属性的啊，我一般属性打他，我们两个人打对方都超痒的。第一世代挣扎是一般属性，跟后面无属性不一样。哎，我们有机会哦，我们机会至少打赢小泉石，要击中要害，食物等就要拿到我们第一个徽章了吗？25滴血下去，接下来是大岩蛇超大只，他打我台两滴血，我打他打他妈的 3%。哎呀，输了。OK， 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既然都避免不了到后面 PP 会用完一定要用挣扎打小刚的，我们不如一开始进去 PP 就为零，然后以百变怪的生态打，我们还可以保有百变怪的22攻击力。进场直接挣扎，小泉石死一边，挣扎虽然是一般属性，但打起来很痛啊，还打中要害，呼哟，很痛呢。Yes， 呼，大眼石拜托。啊！大眼石怎么厚 ？No， 他忍耐，忍耐加防御。哇！啊 ！OK，OK。Yeah！ 成功赢了，剩六滴血。哇！哦，我自己还没有死。好，我自己还没有死，我刚才自己死的话，我也算输了。20人就过了。哇！小高一边去啊！成功啊！胖丁好可爱哦，第一次带胖丁的像素就画得好可爱哦，是不是叫对方持续使用？哇，我的排挤被啊，我输！哇，变身法不是封对方刚使用的那招，是封其他招，我被智障 AI 智商压制。来，这些画质都是我的，他们都是我的。哦，好险，好险，我是一般属性的攻击，我可以封他的撞击吗？啊！来一下！啊！哦，好险！我竟然没有封到他的撞击！啊，不对，他有三只，然后他也有打要害！啊！欸，假如我封到对方的撞击的话，我就赢了。刚才二分之一我们没封到，所以他思维他是都没有这么好的 chance 了。开玩笑，二分之一撞击完。哦，那没事，那我可以直接开始挣扎。赌博是个不归路，直接开始。What the fuck？ 哈 ？OK OK OK OK。No， 我输了。这跟妈妈讲的冒险不一样，一上场就挣扎给你看。哇哈！高你他妈11等还打不赢。Yes。No， yes， woo， 过了，要离开这个洞窟了吗 ？No， 我没存档，这是黄版的独特剧情啊！火箭队会出海，我忘记了。啊，十滴血 ，woo， 哇！啊，我以为有机会可以赢靠呗？为什么我们平行宇宙的火箭队智商这么高？直到在我十滴血的时候才跑出来。直接挣扎，哇哟，这样才像动画演的吧？喵喵，你也跟着飞吧，享受一下好讨厌的感觉啊！啊！哎哎哎哎，不要反作用力死哦！哇，没事，好险，只打对方一滴血，我才损一滴血，耶，拜拜，好爽的感觉啊！耶，要离开。这个变态都哭了。我们目前等级24等，你觉得我打得过第三次小帽吗？来啦，绿帽，好久不见。他身上有18等、15等、15等、17等，他却把他最高等的宝可梦放在第一个。他都派他最高等的猎雀来让我们的，赶快把他打下来吧！啊，哦，哎，我靠，五次打药啊！直接最幸运欸，啄爆他！哦，我的防御力好低啊！哦哦哦 ，OK， 最后剩一步，
五次啊！继续摇，很好，可爱的一步，很好，赶快啊！刘医生，他还是不打我，他死不打我哎！可爱的啊！这一幕超呛的，等一下哦，不对，我只有一次而已，我先瞪他，我在瞪，靠，瞪人都瞪不了，我的眼睛是怎么了？我眼睛长歪 ，No， 不要泼我杀，啊，再一个一幕，我瞪爆，我瞪，哇，赶快，我剩三次，好输啊，泼杀好恐怖哦。啊！第一次挣扎打法竟然没有用，我们的血量差了一点点。31好了，我就不信我们用挣扎打法，然后还31等，我们几乎每一次都是你的两倍，大哥。你这臭绿帽 ，nice。哦 ，no， 我血量哦 ，oh my god， 我血量够吗？给他打爆！啊！盖一个绿帽要我送多少会员呢？不要再给我爆 ，nice。哦，我们有25的血，够不够？不，哦，哦 ，What？ No！ 真的是赌博台，看我们压超紧的哎。31是我的幸运数字，我相信。31 OK， 没有31解决不了的事情。Nice， 有没有 ？HP 28够，拜托 ，Yes， 9够不够？一直赌下去，一直拉霸下去，庄家一定输给你。30 ，What？ What the fuck？ 我关掉游戏了。啊？我刚才看到什么？为什么会有键可以关掉游戏？哦，要有没有啦？就跟你讲，真的幸运数字不是盖的，赶快存档，赶快存档。我不要来求啊！这是什么翻译？这个画面是怎么回事？大赦百变态，我们刚才把它打下了。这个画面不能看，什么鬼翻译啊 ？What the fuck？ 第一美少女小霞，你准备好了吗？31等都准备给你了。来，变态对上小霞啊！可是它是水属性，所以打的也是打心酸的。哦，我有撞击哦。Oh no！ Oh no！ 它好硬哦！哦哦，连续两次要害。他打我要害，他逼你啦！击中要害，31等打败第二道馆，我都能承受绿帽的羞辱了。你一个15岁少女算个屁！小火龙哦，黄板会直接送小火龙哦，跟我要小火龙干嘛？那我就取名你为酷魔好了。被我收服的你们很可怜哦，你们会被我一直逼着那个血量被打到零。哇塞 ，nice。啊，这个一定要打 ！Oh my god, you motherfuck! Oh my god， 又是一堆现充吗？哦，还是泼沙鸟 ！Oh my god， 泼沙鸟出现 ！Yo yo chill no， 我输了！哦，渐变级泼沙 GY 啊，他只有一招吗？为什么他可以泼，我不能泼？啊！连续三只波波太扯了，我今晚血，今晚可能最难打的魔王，路边有三只小鸟的女孩，百变态上啊！哦哦哦哦！啊，我聪明啊！你会泼，我也会泼，但只有你泼得到我，只有你泼得到我，没有我泼得到你，很好，很好。隐藏的道馆飞行，小女孩是馆主。God， 为什么你还能泼 ？Oh my fuck！ Yo， 哎、欸，我是好强哦！再照一下我就赢。再 ，Yeah！ 女孩道馆，呜！赶快再寻找，我才抓到两种而已。他还是好心的把他最高等的猎雀先派出来，两次攻击失误。有一次过，有 What the fuck yo！ 这个输我直接捐3次死亡，好不好？
我现在满血，这场还能输给他，我直接捐三次。死啦，五下，拜拜。不可能，不可能输，到现在再输，我直接当六四死。我现在没有屁屁，快一点挣扎。我直接六次，what？ 不可能，没有这么衰。我现在每一次挣扎都三分之一的几率啊 ！Oh my god， 我这场打好少、哦，不会吧 ？No！ 好多台前的绿帽，靠赛打法就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下一回会发生什么事，你有可能会在同一个画面耗十个回合，赢了。一次过啦，有没有？我要给你看神奇的特技，已经昏倒的小火龙不但还能够学习，还能在重度昏迷中使用这个能力啊！聚合才斩断呢，他的尸体被拖出来工作。我们能做什么事吗？好像只能直接打吼。这里很有趣，红蓝绿马字是有雷球、皮卡丘跟雷丘，到黄板直接就只剩一只雷丘啦，超爽！百万吨重踢，75命中，120威力。赛干啊啊！为什么是他踢中？我在赛，我啊！一，我都塞好了啊！皮卡丘到最后一刻剩一小滴血，只不过我们不是皮卡丘，我们是变成雷丘的白变态。我开现在230，好啊，我们赌一波、啊，我们真的玩真正的赌博游戏。那我开个糖醋酱吧，各位，糖醋酱幸运加5，哎，哎呦，还真的有哎、欸。快连续中，干连三次中，四次连四次中，七连五次中，干连六次中，什么鬼？最后我要存下来，最后我把它盖起来。每年供奉，过年期间才搬出来粘一下，然后去买乐透。啊，绿帽依旧是他最高等级的宝可梦。我先鹦鹉学舌算了，啊，我用劈开 ，yes。不要冲动，不要再泼了，赢了！绿帽这一阶段的强度根本不够啊！满等百变怪变身 PP 零，开战！这藤蔓 play 没有人要跟你玩，喂？啊啊！是 bug 哎、欸！我零 PP， 然后不能用挣扎，啊，这样我根本不可能赢啊！太扯了啊！他有讲解法吗？啊，我想修改我这一只本身，我要怎么修？那个五改成啊，这个啦。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数字哇！我竟然真的找到了引发 bug 的这个数值，哎，超帅的！第一世代要用出挣扎的话，你要你身上四个招式的 PP 都是显示为零，因为我们之前鹦鹉学舌的关系，明明没有招式的第四招加了五次，我们用了五次的鹦鹉学舌，所以它加了五次的 PP。所以在游戏看来，你明明第四招就还有 PP， 然后它怎么会让你挣扎？哎，等过，但是我们的名字坏掉了，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挣扎。哟，可以挣扎了，撞爆你的藤蔓怪，挣扎给我出去 ！Yes， No， 哦，好，现在我现在不是草系，41，对方血有没有超过82？啊，哦 ，Nice， 124，史上最高血量。Yes。还剩五滴血哦，可以，不用一直当无名变态，我们叫百变态2.0好了，二巨点零，百变态02，超像资工在命名档案名称。就是前面这边第六次打绿帽，从这一场开始，他再也不会派他最强的宝可梦开场。他的伊布总算进化了，他那招会让我们 bug 的鹦鹉学舌。他从上一场之后，他又像抛弃拉达一样抛弃了大嘴雀，我们再也不会被扣的 gank 了。叔叔跟侄子的对决，我只能变穿山王啦。干，他有泼杀，那我需要快速解决他，拜托不要泼我杀。Yes。我可以用毒针把他毒死，直接把他杀死。高速星星，哎呀，不是我再生。OK， 最后一只水一步，我留劈开就是要给你用的。水一步好可爱哦，我要劈死啊！水一步，我们又见面了。他的速度真的直接比我快吗？还是我们现在是猜拳？我最高攻击就劈开，我要赛到极致的话就是泼杀。再劈开一次试试看。
我觉得我要瞬间解决掉他。不管怎样，我应该都要扛伊布一下攻击。Yes， 我带着我有史以来最高的血量面对你的 GY 伊布。Yes， fuck 啊！我会死吗 ？No！ 我们才第四道馆打完，我们就要升到80等，真的要破杀吗？好像真的只能这样玩，因为我不可能秒他。拜托你不要中下一招 ，Yes！ 哇！我杀中他没打到，然后再打要害我赢了，我靠！哦，水一波好难打哦，冠军赛还要再跟他见面一次。不知道怎么玩呢、啊？干，我觉得板木应该没有绿帽强了。OK， 格斗打一般，打爆你。呜，他是地跟石哎、欸，所以我二连踢踢爆啊，我直接踢爽哎、欸，哦吼，好开心的皇后。呜，我觉得我先毒他啊，不对，他是毒，他不会中毒，在干嘛？哇操，超 ，What the fuck， 刀痒痒，他物防怎么可以这么高？啊！我要要害哦，有没有机会？直接乱一路乱到死，有，一有五一啊！赢了，我们就一定要暴击一两次啊！哎，你跟绿帽根本不是同一个 level 的，打，他是毒掺一点点催眠了，毛球哦，跟篮板不一样哎，黄板阿杰带三只毛球，我要 save 一点精神强念，我先用第一只看看，看有多痛，哦呀，啊哦！啊、哦！靠！被审半天，我还是要把、啊、我输了吗？靠！我只要扛得住一下，我中催眠我就赢了，应该是我扛得住一下吗？啊、哦！77滴血够不够换？拜托用影子分身，剧毒剧毒 OK！ 哦哦哦！不要被毒死，赢了！那字很搞笑，他在篮板第一个是永吉的啊，在皮卡丘黄板他第一只狗带凯西啊，还有必要这么忠于原著吗？啊，我应该从头到尾就只能带挣扎打法啦，我没有任何选择啦。等下我至少闪一次给他看，我不信邪，你有预知到我会把你闪瞎吗？明知道必败还是要上去打，变身凯西吧，闪给他看，闪爆他，我们两个都打不到对方怎样？哟，等一下我凯西有点痛哦，我血量根本不够耗。No， 凯西的攻击太低了啦。身为永吉，他竟然欺负还是 baby 的小凯西，他只有三只而已，血量已经够耗啊。我最喜欢少只宝可梦的训练家了，轻松赢，拜拜。双子少帅灰烬，准备好烧料了吗？欸，我可以变九尾耶，帅哦！哦，难得我可以变这么帅的宝可梦，干，我还有奇异之光哦，奇异之光放下去啊，拜拜！哦哦哦哦哦，这一波神之运，哦哦哦，神之运打自己 ，Yo， 打自己 ，Yes， 赛爆流，再打自己一次，完美结束啊！哦，哎呀，拜拜，小狗狗。混乱靠赛哦，我好喜欢奇异之光啊，我超爱混乱的，混乱才二分之一的几率，我们连续两个道馆超爽，最后一个道馆91等百变怪 2.0 3.0 版本板木，我、哦、靠，我可以变三地鼠啊，这样至少我会比他后面三只都还要快啊，三地鼠的速度超级快，哎，我直接按地震，我直接地震震下去，靠，那换我挖，那换他地震。哎、欸，尼多会用地震吗？尼多会用地震的话，我就不能钻地了。哦，一代地震打不到钻地哦。哦，真的假的？那我们钻下去。哎、欸，真的哎、欸！哈哈哈哈哈！我靠，挖洞根本神招啊 ！What the fuck？ 地裂一级必杀，你们看着。没有。啊！哎、欸，这个挖洞根本神招哎、欸！要不要攻啊？哦，一啊，两下中 ，Yes， 赢了。我靠！第八道馆，我们直接靠三地鼠碾压！哇，我没有想到挖洞这么强哎、欸，我没有这玩法，干超帅！还刚才那个打两下而已，呜呼 ！My boy， 我们知道时间是什么了，某顶帽子又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第七次对决，
Let's go！ 请问他还带着波沙吗？哦，他没有带波沙了。哦吼！抓要害哦！哇靠！哦，干乱抓要害超痛哎！我想把他直接解决掉哎！我能不能一下把他 ？Yes！Yes！ 哟吼吼，他还失误。哟，他连续两次中我也失误。那我不要啊！高度信心。啊！不要啦！这波打这么好。好的，不要秒我。死！最后一只水一步又是你，我求求你，哦，是黑雾，死！啊！再一次，拜托，不要打我，拜托，我求求你，上啊！哦，赢了！我靠！水一步超配合的，他连续两下放什么垃圾黑雾？他有水炮、激光术都可以秒我，他放两招黑雾，让宝可梦能力变回初始状态，这是什么？他到底什么逻辑？这是宝可梦吗？他是谁？嘎 ！What the fuck？ 为什么有这火焰鸟？我要变身火焰鸟看看，火焰鸟有什么招？火焰鸟是两招而已哦。我想要小心呵护一只神兽的，神兽在被啄死啊！哇，我变尸体了，快要出去了，到啦！耶、yeah, ，My boy， 到石英联盟了，宝可梦联盟到啦！耶、yeah ，三、二、一 ，Go！ 你能打到哪一只啊？欸，我有睡觉哎、欸，干，我可以补血，靠腰他也会睡觉，哈哈 ，No！ 好烦哦他。我要睡，我要睡，让我睡，让我睡，宝宝想睡，靠！呆咳嗽，我究竟要用猛撞还是用极光术啊？特殊能力，哇，他的特防超变超高了，看他特防变超级高了。好，那我要猛撞 ，No， 不要 ，What the fuck？ 赶快睡 ，Yes Yes Yes No， 哇，好痛哦！我比他快吗？我有比他快吗？有 ，No， OK OK， 好好好好。先睡再说。No， 他比我快。哎、欸、哎、欸、哦哦，他比我快，但他打好少。哎、欸，有机会吗？我还有一次睡觉、欸。哎、欸、哎，刚好我剩一次睡觉。哦 ，No， 不要混乱。Yes， Yes， 我的血够不够啊？打出去，打出去。Yes， 啊！哈哈哈哈 ，No， 输了。No， 直接。冲到199，100等的一只百变态啊！然后，哦，最后再比挣扎，哦哦哦，要害打一下，再来，再一次，再一次要害，啊！战五 no， 赢了，啊！超级坦克拉普拉斯，最后靠了一招要害赛过去了。OK， 这只我不怕。格斗系表示给我的招式也很痛。大岩蛇有挖洞吗？我现在看到挖洞，我就弄爽爽。挖洞啦！我先刺耳他一次，然后再挖洞，保证他死。OK， 他必死。我干！敌人没打到，我打到了！刺耳，他格斗打我石头好痛哦！我赶快，他怎么那么多防御强化可以用啊？挖洞100伤了 ，OK OK， 这个一样刺耳。他还有宝可梦吗？他还有一只。啊！我一定要留一招挖洞打怪力啊！怪力55，怪力慢的跟屎一样。我70啊，我比他快。我没刺耳声，我只能挖洞。挖洞挖下去，我比他快。No！ 哦哦哦哦哦！摔打。我摔打打一下我就赢了，摔打75命中，岩崩90命中，岩崩打格斗是一半吗？我现在沾一波，我觉得是摔打要拼那个75，我请出来了，从天而降，我要祭出中古拉帕，放到现在的糖醋酱，我没有薯条，我用鸡翅代替，来沾一个，咬一下，接下来我打8下都一定会中，摔打3、2、1，按，啊！还要害，还中！哇靠！干，跪下了，我跪了！我靠！我把这封起来了，我要传家宝。你们现在出21，我也不卖。我不知道幽灵打不打得赢哎、欸。对啊，我们不能靠挣扎，这三只我们都不能靠挣扎打，我们等于说一定要靠这只耿鬼。Oh my what the fuck！ 我放不出奇异之光。哈？奇异之光不是100%吗？
哦，因为奇装打替身打不到哦。哇，那我们第一场就输了。哦，他还给我吸取。Yes， 我剩一个舔，我怎么啊？我还有两只怪要打哎，变奇异了啊！我没有奇异了，哇、啊，我这一定输了。假如我奇装有让他打几下的话，还真的有可能会赢。Oh my god！ 等一下我，呀，反而是这只大嘴，我要怎么打？我有两个蛇舔，有可能还赢得了。干，还有两只梗鬼，我没有奇异之光，我输了啊！这样是不是一定打不赢啊？我现在就是好奇，我们目前这个打法是不是我全部 100% 幸运，我都不能赢？但基本上就是一个五下都要暴击的调调，而且五下都要暴击还不一定赢。我有想几个方案，我要不要一次升六个变态进去？我是觉得，但我觉得六只听起来比较好笑，到时候影片中讲出来一点蛮白痴。既然要破规则，不如一次破到底，不如直接锅碗瓢盆全部打破。只有打橘子，我们会破底线，我们会没有底线，底线直接一路升到地形去。有啦，变态六兄弟，妈妈都会给他取什么名字呢？这个变态奶奶放他最烂的一只梗鬼在前面，然后还看准幽灵系没办法用挣扎打，他真的以为我们想不出办法来？开玩笑，看我登高一呼，六个变态就出来啦！我直接带全家老少，每一个在座都是变态的，一起出来打这个 GY 奶奶。来啦，金变态给我出来，直接变大嘴蝠对付他，我才不要用梗鬼打大嘴蝠。好，变态出来。啊，又是他，我也懒得替身了啦，我直接开舔了啦，我直接舔了啦，完全没底线了，我都六个变态出来，我还不舔，舔好舔满啊。干啊！我得舔到一只蝙蝠，小变态出来，蝙蝠快挂了。他很烦呢、欸，他无不无聊。What the fuck？ 他在干嘛？撸变态出来，最后上场。哇，一路用舔的舔到获胜。我要不负变态之名，撸变态舔死人家。干，怎么你最后留一只恶心的阿伯怪？最后一下当然用舔的啦。拜拜，还没，我还有一只六十等的。最终还是要靠我们原版的百变态啊！精神强念打回去。哦，拜拜！去死吧你奶奶！伊拉，也不用补了啦，这些变态都要离开，变态的注意力都是很短暂。来吧，变态们，请回吧！呜，直接冲向阿杜，小痔疮怎样？我就是小智虫，哎呦，暴雨龙哦，暴雨龙好用哦，我干他直接破坏光线呢，那我会反破坏光线 ，yes， 哦，而且这一代的破坏光线超强，一代破坏光线，假如我 KO 对方的话，我可以连续放啦，哇，直接全部被我击杀，最后一个我要留给快龙，哟，一次过，快龙拜拜，砰，啊，没死。龙之怒打40啦，完蛋，四倍伤 ，no！ 我想帅一波的时候，靠，打雷四倍，我活得下去吗？啊！命中70，放屁，明明就100%，赌两次破坏死光吗？重点是因为我破坏死光放了之后，他没有死的话，我下一回合不能动，所以没有两次破坏死光这个选择，绝对不如两次龙之怒一次破坏死光，或者是赌一次破坏死光暴击吗？暴雨龙的暴击几率是 15.82%， 很高哎、欸，干，我们可以赌一波啊，赌暴击远比赌三次打雷都不中还要高几率多了，2.7%，我们不如15.82%赌好赌满。我们到时候见到快龙，就是直接破坏死光放上去就对了。然后我最好要留两个破坏光线，换我一次吧！爆！哦，失误1/3，然后我再爆！靠！哎，他还失误。我觉得龙之怒他不会死啊，但他会用药哈。那我瞪眼，他没用药。OK， 我射到瞪眼了。好，我要赌他1/3不中，或者是我1/2中。早知道我刚刚就按破坏死光，我就赢了。靠，因为他那个血量不会补哦，我不会直接死吧？哦，没死。红血应该会加暴击几率吧？我记得在艾尔登法环有这个设定。一次过哦，暴击！干！哎哎哎，唐磊，他现在还没红血，所以他不会喝水。我相信你们的话，我这时候按破坏光线，只要1/2比他快，或者是他1/3没打中。哦，赢了！
根本就不用赌一次暴击，结果是我第二次才暴啊，什么鬼？有够无聊的，是谁写的剧本呢、啊？哎呀，我百变怪打不打得过啊？要用穿山王，很烦呢、欸。我要用这一只打全部人，我觉得液氮树是要赶快解决，因为它催眠树跟寄生种子都太扯，我被它伤到寄生种子超级亏，直接开战咯。好险这次这穿山王没有泼杀，至少他也没泼杀，但我直接被重击。哦，五次哎，碎哦。哦，他也五次干，两次就好了吧 ？OK OK， 直接死直接死。Oh my god， what the fuck， 他速度比我快。哦，啊哈哈，我打第一次就输了。What the fuck？我们好像需要花资源把第一只打死。第一只好，第一只怎么可以都打我这么多滴血啊？到底在搞屁啊？哦，他一定要给我上。OK， 我那我一定死啊！寄生种子就把我吸死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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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滴血，我现在身上还有寄生种子，我只要没有一击必杀他，我就输了。拜托，再次上天降临，唐突将，我按下去。我们这个挑战就要结束了，他妈的！我直接站好站满，妈的！我明天拉肚子没关系，拼这一波了。五、四、三、二、一，哦哦，赢了！干！啊！我速度比他快哦，这样赢面很高哎哎！一次过 ，yes yes， 呜！他的刺耳竟然没中，有。所以我们的暴击几率是 12.7 八分之一，我觉得直接赌了，直接赌地震暴击。我跟他的速度一模一样 ，Yes。为什么前面这边都一直狂爆啊？都在爆杀回。哦，这里又爆 ，Yes， 有够幸运 ，Yes， 地震爆过去。哟，人生有史以来血量最高，对上冠军水一步，我还有两个地震，赢了啦！随便地震下去，啊，暴击！靠，没关系，他不要啊！我前面都打假的，就一步只要任何一下放出来我就死，除非他放电光一闪，还有白雾，我先二分之一比他快，暴击中我就赢。啊！放我出去！不要，这里的人一直逼我刷我爸的卡，我要离开这里。最不怕的就是这一只，又是你，赌个八分之一，再打到你暴击16分之1几率，获胜。哟，啊！不要放啊！哎呀 ，What the fuck？ 呜 ，What？ What？ 我二分之一。我只要赌二分之一，我赌二分之一就赢了。天灵灵，地灵灵，拜托，这个投影笔一定要给我过啊！干耶！哇！我赢了！我靠！获胜！100%，100%，只要一只百变怪全破宝可梦黄粉啦！耶！呜！为什么你输？因为你衰啊！干！我靠 ！Yes！ 真的在今天结束，宝可梦冠军就是我，史上最帅的一只百变怪，只有一只，拍他个人照就够了。100%，99.9%，只有一只百变怪全破宝可梦黄百啦！我再回去要把这个糖醋酱直接放到冷冻库，我要直接冰起来，看可以保存多久。17小时39分钟，全破宝可梦黄板。另外，要特别感谢加我们撸军团全部 level 69的撸将军们，以及我们超级无敌威猛的大总统 Eric Lee、E Silver 跟酱油大喇。Oh my god， 有3位总统，太感谢了。OK， my boy， 我们就下一次游戏卡撸见啦。